新竹乡的石头厝平常时会开放社区大学的课程，予民众来学习。当中有特别的萨克斯风音乐课程，即间石头厝特别安排艺文展演的活动，邀请来自各地音乐团队来参加盛会。由六张国小精彩布袋戏表演，甲在地市集，予来看表演的民众拢会当放松享受音乐。大家用精彩的音乐表演，让观众放松心情，享受艺术的气氛。四合乡石头厝每一个月都会安排音乐课程，让民众学习。嘛，伫即间特别安排艺文表演来展现学习的成果。当中不只是有精彩的萨克斯风演出，嘛有来自各地的音乐团队表演，是相当的精彩。我从竹山硕大过来的，怎么会有机会来这边表演？我们杜老师邀请大家一起表演。他们推广那个音乐活动。参加这个活动呢，让我们学习。我应该是说，圆我们的一个梦啦，我们追求音乐的一个梦想。我们最后要一首合奏，就是六重奏的《祝你幸福》。祝福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幸福、平安、快乐。这边艺文活动不只是有来自各地的音乐表演，石头厝嘛特别邀请六张国小的布袋戏团，甲蔡厝社区的长辈做伙来表演，嘛让小朋友甲长辈会当展现学习的成果，为民众带来精彩节目。我们鹿场国小今天准备了参加全国赛的一个戏码《环保小哪吒》，来一同参与演出。非常感谢石头屋的一个邀请，让我们孩子有一个上台的一个表现。我们平常的课程，我们也有结合社大，就是办萨克斯风，还有其他类似拉丁舞蹈、有氧舞蹈、空中瑜伽，那在海鲜这点地方上来，老中青哈，然后有一些农业方面呢、还有一些教育方面呢、我们还有布袋戏，结合音乐、萨斯科风、吉他，还有一些舞蹈打击，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啊，跟地方产业做一个合作。艺术表演不只是展现大家学习的成果，某位民众带来无同款的放松时间，期待未来会当多多举办这款的活动，为地方带来丰富的艺文气息。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。